现场准备一张。哎呦，首先第一个用摸摸看，在那种一千元这种铅的地方跟这个钱的地方，嗯，大家摸会有比较凸起的触感，它不是完全平滑的哦。那摸完之后，接下来开始对这里这个部分有变色器。然后开始不同的角度给它，对对对，会有有点橘橘的、绿绿的光，金的、绿的的变化。然后这边会有对着光线看，会有浮水印，就直接浮出来。对。那另外中间这个安全性的地方，在转动角度的时候也会有。大家最不熟悉的刚好是选项三，其实有个隐藏字，这个角度放得很斜很斜很斜，从大概接近十五度或更小的角度下去看的时候，会有一千元数字在这个地方浮起来。哦，有有有有有。这几个方式可以去鉴别它是真钞还是假钞。嗯。